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调整吧，阶段性的也有要给队员放松，有些就是要把这个运动量啊、体能要冲上去。离开幕也没有多少天了，100多天，所以队员现在整个备战状态还是非常积极的。这个月就我们增加了很多的配合，战术上面的一些，成套的一个训练嘛，尽最大努力去接近我们的这种实战备战。嗯。还是要根据球队的需要，另外一个就是根据运动员的状态，因为我们很多老运动员根据他的伤病啊、调整啊，他能不能就是承受最高水平的比赛啊，就是新老交替这一块我们要把它衔接好。